外面都是御林军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走啊！我们一起走。 你说的意思，是我领略的那个意思吗？就是那个意思。我们私奔。你再思虑思虑。我思虑的已经够多了。伴随爷回京会走旱路，定经过燕国山，那山势险要，最易隐秘逃脱。我找几个兄弟，快马加鞭，三四天就能到。你到时候寻个由头下车架，我们便把你劫走。我要是被劫了。 万岁爷疑心你怎么办？只要我能成功，从此带你远走高飞，我们山高水远，他能怎么样？你疯了！一不留神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你以试我欺，我封上一回又如何？我不可能让你成为别人的女人。就算是成了，我们从此浪迹天涯，可是杀你弟弟的凶手再也无法寻获。 你寻觅了那么多年，你真的舍得放弃吗？我一生至此，除了仇恨一无所有，唯有你是我现在的所有了。我不可能为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谁的人，拿你去赌。 我愿意为了阿朵的丑拼上我的性命，但你比我的性命更重千倍、万倍，我输不起。从前我家道中落，在大街小巷流浪，到现在我还会做同样的梦。 我梦见数九寒冬，我们在冰上走，前后白茫茫一片，看不见边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身边的阿朵不见了。一回头，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冰雪。我怕你会像阿朵一样离开。 消失不见。你别吓着我！哎，这八公公怎么回事啊？发情了？儿子把他赶走了？不用管了，你先下去吧。 那你好生歇着，有事叫我啊。很疼吧？ 真下死手打，手也太黑了。干爹，万岁爷召集赵娘娘过去呢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别大惊小怪，没事也让你搅出事了。我自己去，去就回。